我卡住了，哎呦喂，想往哪跑啊你？妈呀，你谁啊你，快跑啊，你也赶快跟上来啊，诺诺叫，我会想办法阻止他的。为什么紫色蟒蛇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你们休想跑啊。来呀来呀，你跑的都没我们快啊。我感觉他肯定会追上我们的。你不用担心呀，诺诺酱，我会给他制造障碍物的。你这根本打不到他，没用啊。别这么说呀，诺诺酱，你赶紧再开快一点啊，看我再来一个啊。没用的，你们的伎俩都被我看穿了。你有本事就先追上我们再说。嘿嘿，要来了。我跳根本就打不到我啊。你这障碍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我就不信了，再来啊。你们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听好了，诺诺酱，我会一个人去把他给引开的。你已经帮了我够多了。别跑啊你。原来你在这里呀，诺诺酱，快上车，我们来打败他呀，用你右下角这些石头来打他呀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好的，没问题啊。我会尽量接近他的，你就趁机出手吧。看我的，发射。哎呦喂，攻击对他有效，再来啊，接着再多来一点啊。哎呦喂，你好可恶啊你。有本事就来抓我。哎呦喂，给我等着啊你。嘿，再来啊。哎呦喂，你到底几个意思啊你。我卡住了，哎呦喂。